今日我哋带大家嚟到中环嘅云杏街，去睇一个五楼连天台嘅单位。咁呢个单位咧系位于云杏街，行少少楼梯去到呢个电梯大堂。咁而家呢个咧就系个室内嘅内部情况，有一个方正嘅客厅，有两边采光嘅窗户。右边我哋去到第一间房间。房间出面就是中环的大馆和云杉街，房间都是非常之方正的，也都有分体式的冷气机。第二间房间同样是面向大馆的方向。去到厨房方面是采取一个开放式厨房的，也都有洗衣干衣机、微波炉和雪柜，有一个小小的储物空间。通过这个空间我们去到浴室，浴室是采取这个奇的淋浴的设计。室内的情况大概是这样，我们现在去天台。天台方面也都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天台的面积，亦都向呢个大馆方向。有需要查询，欢迎致电90704788查询。